我试着要找他们，结果 我先生正好是在第八节的最前方，就是发生事故之后我努力爬出来，对，我爬出来之后，因为他们本来是坐在那个司机的后面的那个空位，就是列车长的那个办公室刚好正后面那两个位置走到，对，那他们是席地而坐，其实那个司机很早就在那边按喇叭了，他知道前面有状况，可是他完全都没有停息，就是放慢速度，而且还更快，对，他的速度又更快，更猛。那他有都没有踩刹车，然后他怎么停住的？他就是撞到那个山壁隧道壁。隧道壁。